熟食品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，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大江湾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地铁南法进站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进站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华东园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
步，却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石门小区。要下车的乘客，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石门小区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公交大厦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公交大厦到了。请您后门下车，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公交大厦到了，请您下车后门下车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社交中心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石门地铁站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
石门地铁站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，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新兴小学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新兴小学。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，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请您坐稳扶好，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西门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中山西街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新顺大街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
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顺义区医院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东风小学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小学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
车辆起步，却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汤上小区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小区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顺义五中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石原北区。要下车的乘客，
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。10元北区，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您坐稳扶好，刚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向后门移动，下一站10元小学。要下车。10元小学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请您坐稳扶好，刚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向后门移动，下一站老站布局。要下车的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老站布局到了，请您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。妇幼保健院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下车请主动刷卡，以免给您造成损失。保健院到了，下车请刷卡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，老年公寓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提前做好准备，后门刷卡下车。
朗宁公寓到了，下车请刷卡，开门请关心，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，欢迎您再次乘坐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玉龙一区东，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提前做好准备。玉龙一区东到了，下车请刷卡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注意脚下台阶，欢迎您再次乘坐。车辆起步，请您坐稳扶好。刚上车的乘客，请主动向后门移动。下一站玉龙一区。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提前做好准备，后门刷卡下车。请主动向后门移动，下一站玉龙小区，要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提前做好准备，后门刷卡下车。这大头歇会儿，还得往回走。我还一个成一个跟这解说员的，要不上来了。这成解说员了。